各位强弟兄，今天在我们的神和众弟兄姐妹面前，我要问你几个问题，请你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来回答。各位强，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吗？我承认。各位强，你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，我们的父是创造天地的主吗？我相信。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降世为人，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三天后从死中复活，他的死带给我们完全的救赎吗？我相信。你相信圣灵是三位一体的保惠师，是全能的神吗？我相信。你愿意受洗归主，像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教导的那样，与他同死同埋葬也同复活，通过洗礼加入教会吗？我愿意。贺弟兄，按照你所承诺的，你所见证的，我们的父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教导，我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为你施洗。各位强弟兄，愿我们的天父，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，他从今天起，他的灵与你同在，他不断的充满你，让你可以做他和心意的儿女，愿神的恩典带领你将来的路，让你可以成为他爱的出口，也可以成为他的精兵，为他去传扬福音。愿圣父圣子圣灵永远与你同在，祝福你直到永远。阿门。